大家好，我是鸡翼达人。今次这个不失败系列呢，整的就是大家都最爱的麻婆豆腐了。麻婆豆腐呢，简单易做，作为家常便饭呢，它真的好好味，送饭一流。究竟怎样煮豆腐才滑而不散呢？又究竟怎样煮豆腐才不会水汪汪呢？最尾啦，就是究竟怎样煮豆腐才是够野味呢？一阵呢，我就会讲煮麻婆豆腐的12种技巧，如果你有兴趣呢，就继续睇落去。想豆腐上台的时候不溶溶烂烂呢，其中一个不失败的技巧呢，就是尽量买盒装的豆腐，避免呢在豆腐档里面买豆腐，因为呢未回到家可能已经剩到溶溶烂烂了。如果真的要在豆腐档买的话呢，就最好带埋个胶盒去，起码不会说未回到家豆腐已经散晒啦。好啦，第二个不失败的技巧呢，就是尽量避免傍晚的时候先去豆腐档买豆腐，因为豆腐呢摆了成日很容易会变缩的。另外呢，豆腐尽量切大粒一点，就算你撞散了都不会说太细粒嘛。如果想豆腐出来是滑口的，那当然不要买硬豆腐啦。不过如果你喜欢豆味浓呢，就要买硬豆腐啦。好啦，切好豆腐之后呢，就用一烹的水呢加一茶匙的盐，然后煲滚了之后呢，就将豆腐放入去煮一分钟。豆腐呢被盐水煮过，除了可以去了豆青味之外呢，还会呢令到豆腐比较实净，那就没那么容易呢炒几炒就散啦。第四个不失败的技巧呢，就是将豆腐呢放入去个隔水呢度，然后摆落去个滚水里面撒，那呢就可以尽量减少呢直接用镬铲铲啲豆腐啦。烚好的豆腐呢要停水15分钟，这样呢上台的时候就不会碎汪汪了。而且呢能够用张厨房纸呢吸一吸呢豆腐表面的水分呢，就更加呢能够有助它入味了。好了，然后将一个红萝卜切粒，那就令到这个餸呢加添些色彩，不用只有豆腐白晒晒。而红萝卜爽爽脆脆配埋豆腐淋淋滑滑呢，那呢个口感就会特别好的。当然如果你想加强它的口感，你就可以加一些榨菜爽爽脆脆，又或者加一些虾米，都跟榨菜一样可以带来一些咸香的。麻婆豆腐要野味，以下这些材料一定不少得。它包括了一泼的盐西，就将它切粒，一大泼葱都是切粒，另外呢就是两个干葱切粒，蒜头呢6至7粒切粒，最后呢就是两只辣椒仔切粒啦。跟住呢，我就再将两块猪扒呢切粒，然后再剁成为呢免治猪肉。咁当然啦，如果你能够喺街市买到新鲜猪肉嘅话，就更好啦。听讲以前咧煮麻婆豆腐系用牛肉而唔系猪肉噶，咁相传咧喺清代嘅时候咧，有个叫做陈大嫂嘅人，佢块面咧生咗啲麻子啦，而咧佢煮嘅麻香豆腐咧非常之好味，所以自此之后咧，啲人就叫佢做麻婆豆腐啦。好，跟住呢就腌豬肉啦。要豬肉入味呢，一定要清洗完之后呢就索乾啲水分，佢先入到个味㗎。咁我哋将一粒嘅姜呢磨成蓉，再加一汤匙嘅绍兴酒，就可以去到肉嘅腥味，同埋呢加添呢啲酒香。然后呢我哋就再落一茶匙嘅蚝油啦，再加呢一茶匙嘅蒜蓉啦，同埋一茶匙嘅干葱。咁呢个豬肉呢就已经係好香㗎啦。好啦，以下呢个技巧非常之重要，就是用白镬将一汤匙的花椒炒香它，大概炒两分钟左右，然后留起三分一呢就拿来呢磨碎它，留到呢最后呢就撒上那个麻婆豆腐面。加了花椒呢，不单止吃上去好味，闻上去也香很多。部分的花椒呢就拨埋一边啦，然后呢就落一汤匙的油，将呢啲猪肉呢两边都煎到去金香。我自己就唔係好建议呢啲猪肉一落镬呢就
即刻篤散佢啦，又或者咧就係係咁兜炒佢啦，咁樣咧煎出嚟嘅豬肉咧係唔夠香味嘅，而且咧一落鍋就係咁兜炒佢咧，咁就會令豬肉僅有嘅水分咧都流失曬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就落一茶匙嘅油啦，將啲乾葱咧都放埋落去，咁咧就將啲乾葱炒香佢。咁咧嗰個麻婆豆腐咧先夠香味噶。你見我呢個時候咧，就將咧啲豬肉咧就反一反佢啦。嗱，煎香咗一邊啦，然後我又反佢啦，再煎香另一邊，都兩邊都煎香佢嘅時候咧，先再慢慢揚翻開佢都未遲。好啦，跟住咧我就會用到你咁記嘅麻婆豆腐醬啦，炒香佢。咁咧，但系當然你都可以咧自己去調呢個麻婆豆腐醬嘅。跟住咧，我就會將啲蒜蓉都放埋落去，然後咧就再將啲蘿蔔粒都放埋入去。啲醬料咧都炒香咗之後咧，我就會加埋紅蘿蔔入去，然後將佢哋全部兜勻，大概咧就兜炒兩分鐘左右啦。炒咗两分钟之后咧，我就会咧调到去最大火，然后咧就蘸一汤匙嘅绍兴酒或者花雕酒，增加成个味道，令到佢咧更加有层次，更加香嘅。跟住咧，小心啲戳一戳个 pan， 话啲火咧烧到嗰啲嘅肉汁咧更加香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就会将啲豆腐都放埋入去，咁咧细火煮佢两三分钟。头先咧，我哋就索干咗啲豆腐，所以而家就好容易入味噶啦。差唔多上台之前咧，就加埋啲辣椒碎、青葱同埋芫茜。提一提啦，咁就落咗豆腐之后咧，我哋就尽量唔用镬铲噶啦。我哋咧可以攞住个 pan 向住同一个方向旋转啦，咁咧就已经可以兜匀。好啦，咁其实咧煮到呢度咧已经差唔多完成啦。咁有啲朋友咧中意咧喺呢度打個芡上去嘅。其實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，跟我阿嫲咧去煮呢個餸都會打芡嘅。直至到有一日咧，我見到我爸爸冇打芡咧，我又試下啦。其實我發覺咧，打咗芡咧就會模糊咗嗰個葱啊、花椒嗰種香味嘅，冇咁突出嘅。咁所以自此之後咧，我就冇再打芡。當然啦，打芡亦都係有個好處嘅，就係啲豆腐咧有啲汁掛住，咁同埋咧就個豆腐食起上嚟一定係會滑啲嘅。打芡嘅話咧，我哋就會用兩湯匙嘅粟粉啦，就再加咧三分一杯水，然後咧就撈勻佢之後咧就分三次去埋呢個芡。當你落完第一次嘅芡之後咧，即係一路旋轉個 pan 啊，落完第一次嘅芡之後咧，你會見到咧豆腐又慢慢出翻啲水嘅，跟住你就會再落第二次，跟住再第三次。上碟之前咧，再加啲花椒粉，加幾滴麻油，哇！真係超級香同埋好好，一碟咁野味嘅麻婆豆腐就完成啦！如果你中意我今日呢个分享嘅话咧，记得俾个 like 我，同埋要 subscribe 我嘅频道。我仲有好多唔同嘅煮食嘅食谱咧，同大家分享噶。好啦，我今日讲到呢度啦，再见。